要有人认识这个节目吗？不能填啊，当。这个是百草妈妈。百草妈妈。百草妈妈。行，百草妈妈。好，来给你两个。好，来看鞋。不抠脚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把鞋留下来，好不好？把鞋子穿起来，好不好？今年多大了？啊？今年多大了？好吧，多大了？今年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电风扇。小的电风扇，这是灯。哎，你说若白，那么冷的一个人，他怎么哄孩子？之后就变幸福了，就变成出远费了。OK， 哎呀，小东西吧。哎呀，哎呀，他是你的原型。你看，发型一模一样。我觉得百草这部戏就应该梳这样的发型，从一开始就梳这样的发型。不能说没有，没关系啊，就发型就好。还得把那个发型染成绿色。看到一个。这是一张图片，对，就是《爸爸去哪儿》的那个，是我。